啊，他新开了很多歌，还有一首歌也是非常好听，叫做《Geylang》。Geylang 就是讲宝的意思。Geylang 归母。什么归母啊 ？Geylang 是宝。宝啊！传一个好宝，你若传一个好宝吼。大家背歌啊！哦，你看啦，咱搁一阿伯来了，啊，安尼搁唱一摆啦，大家背歌。OK， 看我再唱阿伯歌。OK。啊，你休息一下。哦，休息。我就是，到我空气好我。爸，怎么样？我等你啊！啊！我今日后尾可以，人讲我叫鬼，我倒厕所的，那个女的，哎呦，人家妈吓死人了，招死人了。来。无啊，我手够起的，我唔是你 any key 好无？我再 any key 的。哦，好，来唱歌，阿平歌，阿平歌。